其实比到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场的比赛了，已经是我们的总决赛了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已经是我们这就是街舞舞台上的英雄了。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遗憾，因为我已经做到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能对于队长来讲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对不起他。送你一个苹果吃，谢谢。帅，结盟。我来参加这一次这个节目，我说真的很值啊！这个节目就是会逼着你走，逼着你不停的练。我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很痛苦，我也受伤，我也很难受。但是一路走到现在，我发现我还好坚持住了，我还好这样去做了，我还好这样去突破了。不然可能我这辈子没有机会再去突破了。觉得来到这就是街舞，其实我一开始抱的一个想法就是来试一试，看自己到底怎么样。但没想到一直杀到决赛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一次的经历，很感谢这个舞台带给我的一切，还有很感谢罗志祥队长，感谢我的队友们修楼梯，耶、yeah.直达总想要去飞。对，今天他可以完整的做出他想跳的，他想表演的，把这个值得是留在这个大舞台里面。谢谢你，子豪。谢谢。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这就是街舞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